来吃吧。妈，这我跟嫂子的饭菜也差太大了吧？没差呀、啊。那你要不行，你跟你给我换一份好了。好。猫になりたい君の腕の中寂しい夜が終わるまでここ好惨哇太阳了如果你面前有个五米的坑里面没有水你跳进去你该怎么出来呢这还不简单把脑子里的水放出来我不就跳下了吗你脑子里有那么多水吗我脑子没有那么多水我干嘛要跳进去呢什么业务、来取钱好的取100万吧对不起先生这儿没有这么多钱了那就取10万对不起先生也没有这么多钱了就取1万吧先生真的没有了你们什么银行啊金库要来干什么用的连1万块钱都没有开什么银行啊那取100块吧对不起先生你卡上只有1块2毛钱了